除了獨立之外真的解決不到問題他們走出來他們的自由意志他們不介意犧牲的他們願意賭上他們生命的一切去走到這一步不輪到我們說他值不值得他們是決定了這樣走我們就只能夠支持你不要說這句話我告訴你你知不知道小朋友多慘、啊、他們是不介意犧牲這些就是社會裡面的敗類、哦、支持那些下學生的犧牲香港是否現在沒有民主與自由呢那其實香港呢相比很多地方就算是一些已經有民主選舉的地方其實香港的民主自由都挺好的很多小朋友呢其實呢他們說呢他們是不要獨立的、okay? 他們是不相信獨立他們都支持一國兩制但是他說呢就是有一些人呢經常將獨立呢就加諸於他們的口度事實上他們其實都有些委屈的另外近期呢也都有些民調呢調查到出來呢是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其實他們是不支持獨立的我相信你都明白他哋只要唔好推啲後生仔出嚟死嘅話，推啲後生仔出嚟啊犧牲，尊重你噶，咁叻嘅話，你點解你唔犧牲先咧？犧牲你先啦、啊。好，咁啊，我而家未受過咩？我未坐過監咩？